韩国和日本作为东亚足球的领头羊，能与欧洲、南美强队较量。欢迎收看《东亚双骄：扶桑武士、太极虎十大球星之三浦知良》。三浦知良是日本足球历史上的活化石，和人的长寿一样，他的职业生涯可谓长寿，不断地打破各种记录。如今，三浦知良已经53岁，仍活跃在日本职业联赛赛场。三浦知良1967年2月26日出生于日本静冈县静冈市，职业生涯曾效力川崎督脉队、圣保罗队、佩尔梅拉斯、热那亚、神户胜利船、萨格勒布、迪纳摩、横滨足球等足球俱乐部。罗伯特巴乔是三浦知良同龄中最出名的，然而巴乔早已退役了十几年。在三浦知良的足球哲学里，退役永远不会真正出现在他的字典里。在这个普通人都准备退休的年纪，他却还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。他是日本足坛的传奇，也是亚洲足坛的传奇，更是世界足坛的不老活化石。日本足球之所以能获得成功，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Even when I lose, I'm winning.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.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. Oh.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? Even when you're crying, you're beautiful too. The world is beautiful.